来，乡亲啊，过来，中华保险顺德宫的迄顶帽啊，因为挪威的选手家己咧参加铁人三项的比赛，摕到冠军，即卖即顶帽啊，我抢起咧，大家拢人到庙里特别爱帽啊，订购的数量已经破万。昨第一批赶工完成的帽啊，1000多顶开放红领，这人哦是排甲长落落。庙内真侪人咧排队，拢是要来领一顶挪威选手艾登摕着法国尼斯铁人三项冠军的是苏迪波扬顺德宫的冠军帽。嘛，因为这是帽啊，出名了后第一批家庭的帽啊，有人中昼就来排队，也阁有人专程对高雄来。特地从高雄过来？没有，因为我们月底有一个赛事，也是 Ironman 的，所以想说帮自己还有朋友一起拿一些幸运的帽子这样子。真无简单得到冠军帽，真侪人第一件代志就是翕相。真的，带来好运，带来幸运，因为那个顺泽宫非常灵验。真幸运，这批酒1000多顶，那无领到爱阁等一礼拜。来登记哦，将近几万人哦。欸欸不过，可能因为真正上过抢市啊，现场竟然有出现着疑似无领情况，庙方要更改规定，原本一个人会当订10顶，以后一个人只会当订1顶，方便作业，避免发生纠纷。